Morning, Kunming, China. We're flying to Guilin this afternoon.那个他们船呢？睡得还好吗？他是不是船员？因为今天早上有团友非常紧张地问我在丽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因为昨天他们有家人打电话给他们，问发生什么事情。美国都知道了。美国都知道了，因为这个在已经在网上已经网上已经宣布了啊。这个那你就宣布吧。宣布一下啊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在丽江了，我们在昆明，在丽江我肯定是不会讲啊。这个但是有些团友昨天就已经知道了，昨天看电视已经知道了啊。这个他有个团队是从黑龙江来的，一共这个团队里面团员都是，其实是以上的老年人。这个叫夕阳红啊，夕阳红专列，他们是坐火车来的，一路上都是坐火车。 然后，这个他们的领队啊，是一个东北小伙子，25岁啊，姓徐啊，他是黑龙江人，东北人啊，这边有没有东北人啊？没有，没有，<笑>没有啊。<笑>给东北人。那么，然后呢，这个小伙子呢，他家里情况有点不妙，因为他父母亲离异啊，所以他一路上闷闷不乐。那么加上呢，他跟当地昆明的导游，闹矛盾。 那么后来在丽江古城里面呢，昆明的导游啊，就弃团而走，那么他当时呢，心里非常郁闷，也非常气愤，然后呢，他就到了一个小商铺里面啊，问老板娘的妹妹借了一把刀，因为他是导游，所以他进去借东西啊，人家就借给他了，啊，但没有想到呢，他当时精神就错乱了，一错乱以后，他就先把这个老板娘妹妹呢，就砍了。 Thank you.
油，今天气，哎，那你气不气呀、啊？哥，我说上网了。Oh, Francis， 信不信？哥，我上网了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！Horses. Hi. Wait. 再来，我来。Let me zoom in. Let me zoom in. All right. Good. 哎，我没有坐轿子。酒香张口动，古人泪已止。哦，他发现刚刚放在那个前南波、哎。嗯，这个漂亮，你看这一个峡谷，你看。咱们肚子有点饿了。因为让你脚拿开。